OK， 这是 fruit juice， 然后里面有那个 chia seed。 这个 chia seed 的话呢，能够帮助到肠胃蠕动，所以呢，我的孩子他那时候 skin problem， 就一直到现在，我的孩子都一定会每一天都有一个这一罐的 fruit juice， 已经养了一个习惯了。他每一天的时候，他们的排便就非常的顺。OK， 我就放在这边，他就单单只是吃这个，他饿，他没有吃别的米饭。OK， 然后呢，在这一个地方，我们就我就给他吃维他命 C。他维他命 C 的时候，早上两粒，下午两粒，晚上两粒，吃的比较多是因为要 build 他的 immune system， OK， 所以是这样子，很大颗啦，但是没有办法，你们如果是担心的话，你可以磨成粉，然后呢也有吃 garlic 的话，因为是杀菌嘛。OK， 这个也是有给他吃嘛，因为没有给他到我没有给我孩子吃喝 milk 啦，因为那个时候 milk 也是会使到皮肤敏感，所以 Amway 的这一款的话呢，它不只是单单补那个骨头，它还有帮助肠胃的那个蠕动也是，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Amway 的那个补骨的不贵呀。OK， 这个呢维他命 B 就很重要了，因为它没有吃到别的一些营养哦，它别的食物，所以它会稍微有点累，或者是说很像你们我们孩子考试的话，维他命 B 非常的重要。这个 B 的话，它是给它有精神，它就很像吃鸡精这样子啊，所以呢或者是说很像小孩子啊，有一些很 active 的话。OK， 多动症吃这个也是非常重要。这一些的话呢，我介绍呢，在那个时候他才少过七岁，我只是两颗早上，两颗下午，晚上两颗，然后还有 Double X 哦。Double X 的话呢是 Multivitamin， 这一个的话呢，它就是三种。Amway 的那个 multivitamin 是最我可以讲说是最 affordable 的，因为它是吃一个月，然后呢一天吃两次，但是我给我的孩子是一天吃一次，所以这一个的话是早上有一个、两个、三个，他就吃三个 tablet 一个早上。 OK， 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他是吃这个 daily， 也是一个 multivit 来的。也是一个 multivi 来的，等一下啊。OK， 这个也是一样啊 ，multicaridin。这个呢是看抗氧化的 ，OK，anti antioxidant 的，这是给皮肤的。这个它也是有啦，因为补充鱼油啊。OK， 这是我吃的。这个呢，我有给他吃，只是当成糖果吃啦。因为单单只是吃这 fruit juice 而已，有些时候他会嘴馋的话，我就给他吃这个咯，很大力哦这个，所以就真的是当糖果吃，要喝很多水啊，因为他膨胀的时候是很大个的。okay, let me take a look. Okay, 维他命 E 还有维他命 A 的话呢是抗氧化的。OK， 我们所谓的在 MV 里面哈，这三款维他命 C、维他命 E 还有A 是抗氧化的。那么现在是很流行哈，如果你有在那个Instagram 的话，还是 TikTok， 你会发现到说有一些人会用油，然后呢就用把这个 Lotion E 磨成粉。你会发现到说在做这个 product demo， 他会把那个第一层的油分去除掉，所以这个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OK， 大致上哦，这个也是很重要，这个 probiotic， 这个是instead of 喝牙口的话呢，不建议喝牙口啦，因为牙口的甜那个糖分太高了。你们可以去 garden 买那个sugar test kit， 然后你们自己去 test， 它跟那个 coke 可以 fight 的。所以呢就给他吃 probiotic。 OK 他这个有 billions of 6.3 billions 的那个bifidus 的那个，这些都是好的 bacteria 哈。
OK， 这个你们如果是比较 science 的，你可以去 study 一下。所以每一天一次而已就够了，很像牛奶粉的，甜甜好吃的。其实我的孩子他就这样子倒进去嘴巴，然后呢喝白开水就这样子而已。你不然的话可以放在 protein 也行。So CoQ10 我老公吃的，milk tester 也是我老公吃的。好啦，基本上是这样啊。这个也是有吃，这个是给小孩吃的那个 fruits， 因为怕水果不足嘛，所以呢 fruits 啊，还有这个，这两个是work as a team 的，一个是 fiber， 一个是水果的纤维，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一天吃得到那种四五包水蔬菜啦。然后呢水果也不可能吃到那种20粒 orange 啊这样的一个动作。 OK， 我看哦，这是我的这是小孩子要发烧的时候吃。 OK， 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啦。还有呢这个 not forgetting 啦， OK， protein 很重要，因为没有吃到肉嘛，所以 all plant protein 的话呢其实是我儿子的主食，他的 main meal， OK。 然后呢他这一个的话呢，因为单单只是吃这个 all plant protein， 它的味道很豆啊，所以我的孩子不习惯，我就掺了 berry。这个是带有一点甜，有一点维他命 C， 所以呢我就一汤匙这一个，两汤匙这个，这样子掺起来它 blend well， 然后呢其实还挺好喝的，很像那个strawberry milkshake 的感觉。所以呢我儿子就从那个时候就这样子配来喝到现在，早上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然后去学校。OK， 这个是另外一个也是必需品哦。因为我的 fruit juice 不可能整天只是喝 fruit juice 而已，因为怕会凉，对身体很寒啊。所以呢我有给他吃这个 OK， 就是我们所谓的replacement meal。 replacement meal 的话呢不只是给大人吃，小孩吃的话也是绝对行的，没问题的。我的孩子已经吃了很多年了，这个是 refined version， which is the most updated from Amway，所以呢它这个的成分会更营养更丰富。之前他们的那个他们的分量比较少，现在的分量51，所以比较大包一点，比较有划算啊。所以呢我的儿子就喝chocolate， 他们喜欢这样子，就单单这样子一包 chocolate， 不要放太多水，就很浓很稠，很足够让他们耐几个小时了。所以这些都是所谓的营养餐，不一定是讲说大人要减肥啊然后才吃这种 replacement meal 的哦，或者是说在坐月的时候，这个其实比 Milo 还要好，因为 Milo 的话喝多会热，这个不会热。它的营养成分也很多，里面也有带少许的 fiber， 所以这个吃了是算是饱的。你们可以去 look into it 啦。这个我当成是我小孩的一个 snack drink 啊。如果他饿的话 ，on top of 他的那个fruit juice。Okay, see all the juices are coming out again. Hold on. Oh man. Hold on. Will you turn around now? Thank you. Hold on. I'm gonna wipe it away. Is that the juice? Mm-hmm.
多么。You need to be gentle. Otherwise, you're gonna hurt your body. Why don't you turn around again? Okay, hold on. See this one? Can you feel something? Mm-hmm. These are the thick cells, thick skin.